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个短片，我是魏巍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玩一款蛮老的游戏，在这个 iOS 上面，在 iPhone 在 iPad 上面的游戏，叫做 Subway Surfers。那这是一个跑酷的游戏啊，跑酷游戏一开始就是有 Tempo Run， 后来有更多的跑酷游戏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个游戏还不错，我们就来玩玩看。那基本上你就是用手势控制这个人，跑前跑后或是跳动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的就是它画面很漂亮，很彩色这样。它的配乐也蛮不错的，而一开始当然比较慢，那 后来就会越来越快。那基本上就是他在喷漆，然后不想被警察抓到，然后就开始跑，有点跑酷的感觉。觉得蛮适合用来杀时间的。应该很多人都玩过了，不过我问我老婆的时候，她说没玩过这一款游戏。那之前我在玩 Temple Run 的时候，就是超喜欢玩 Temple Run 的。那当然，这款游戏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跑酷游戏也可能做成这样子。你可以看到现在的速度越来越快了。有时候会出现两台列车，那就要看大家的反应了。那有各式各样的道具就对了，有些文字要你搜集。就好像越来越难了。但这个还有个鞋子，最好不要拿，因为鞋子会跳很高，不太能够好好的控制它。但这是一个免费的 App， 所以大家可以来玩一下。不晓得 Android 机器有没有这个游戏。道具蛮多的。有人觉得这游戏太紧张了。觉得还不错啊，反应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游戏啊，Subway Surfers， 在 iPhone 在 iPad 都可以玩。那我们下个短片见，拜。